是猫的那个手手，这就是博勋的。博勋的手手，我不知道博勋还在不在。好，如果在，可以给我回应一声。博勋的手手的话，还有拉大一点点，这样比较看清楚。财库有一点点，对，在这里有两条，就是你的财富线，而且生命线跟这是分开的，代表你的做事是会比较果断，不然会比较开，比较放飞，比较放飞自我的类型。然后再来你的生命线走到这里，因为很神，还算神，然后这代表你的生命力也是算强健的。然后这里是你的智慧线，智慧线是有点偏太强，有点偏太强的类型。然后再就是你的事业线，事业线有点断，这代表就是你是有事业的，只是它可能过程不会到特别顺遂，对，这点可以稍微注意一下。然后这里是你的感情线，感情线显示出你是比较偏向心灵跟肉欲各一半。然后婚姻线有点糊，看不清楚，对，看起来是没有。好，这大概就是博勋的手上，这是阿佐的，阿佐在聊天室是哪？